好，法师，各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我们讲546页哈，546页下栏右边这个地方啊，那么就是在断取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部分啊，如陶迦伦者，右掌中直过恒河沙世界之外，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己之所往啊。那么这些呢，也都是属于什么不思议啊？为什么不思议呢？因为在大小打破了我们大小长短啊的一些观念。那打破的话，因为我们都是怎样比较着相，所以才会有大小之区别啊，有时间的长短之区别啊。所以再往下一点，这里就是讲到菩萨呢，猝一劫以为什么七日啊？猝一劫以为七日，而且言什么七日以为一劫，对不对？在时间上面，刚才念的那段是空间上的自在，还有呢时间上的自在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说，我们凡夫众生就是被时间、空间所束缚，乃至我们会被什么生死所束缚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生之年已经被时间、被空间所束缚了。啊，所以最后的都还会有大劫的生死问题，其实随时都有这个生灭啊的问题。那么，最后的我们的这种轮回生死，其实也无外乎还是被什么时间、被空间所怎样束缚。啊，所以呢，透过法性、法相转到什么法性里头，那么有法性这样的一个观念，是不是就可以打破我们一些法相上面的一些执着啊？啊，所以纵然是须弥山都还可以纳入什么芥子之中啊，四大海水也能够入什么一毛孔啊，啊，那么他们这个都是会等同的，所以呢，32000的这个狮子座也一样可以怎样，这个请到他的那个维摩诘居士的什么这个斗室里头去了，啊，所以这一切呢，那么都是不可思议的哈，啊，那为什么会不可思议呢？我们说菩萨法。啊，它的不可思议就在于，我们说菩萨他是悲智双运的，的这份智是在法性上面的，啊，深入法性，是深入法性的哈，啊。那么正好有一位居士就在讲说，比方在家人平常又要如何的把这些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哈，啊，那其实在平常呢，我们说。家庭事业跟学佛来讲的话，我们会想说好像是相对的两边，是不是？会觉得我如果多学点佛，好像就影响了家庭事业啊，或者我比较重视我的家庭事业，好像我就比较没有时间学佛。那么这个在初期应该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是从法相还法性来看啊？法相，对。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？是不是法性啊？很多问题的解决其实透过法性。好，那如何透过法性哈？也就是这两者它是不是都性空的？家庭事业、学佛、好熏习佛法这些呢，这两者它都是性空。那么一旦性空，它是不是就有等同的机会啊？那所谓的等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它是融融在一起，不是化成两个部分，不是化成两件事情。我们往往考虑啊，我们的思考模式呢是把它怎样化成两件事，既是家庭事业就不能是学佛，一旦学佛好像就顾不了家庭事业，是把它化成两边。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哈，我们说有一个问题，其实这个例子我常举说，我们说到底蛋生鸡还是鸡生蛋？好，那各说各话，都有它的一些解释。那么我们是把怎样把蛋当做一件事，把鸡当做一件事情，是不是？那其实呢，蛋当做一件事，鸡当做一件事，是法相还是法性？法相看起来是一颗蛋，一只鸡。如果法性的话，应该是什么？哎，蛋它不是绝对不变的蛋啊，鸡也不是绝对不变的鸡，
鸡可不可能生蛋啊？蛋当中可不能生鸡啊，所以是鸡中有蛋，蛋中有鸡，是不是？那如果透过不二应该怎么说？不鸡不蛋。法相是有鸡有蛋，但是如果是好深入法性的话，就会变成这样，不鸡不蛋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很深的含义哦，是鸡中有蛋，蛋中有鸡。因为我把它当作两件事情，所以才一直矛盾，到底是这个生这个还是这个生这个，其实都不是，是这个含容这个，那个含容这个。好，那么回到家庭事业跟学佛来讲的话呢，如果我们透过学佛的角度来处理我们的家庭事业呢，可不可能？那从家庭事业当中体会佛法行不行啊？有没有矛盾啊？其实不矛盾的，它是融在一起的，其实这个是融在一起。那么如果是我们说好要透过性空怎么来看待，在生活当中来看待，好，来运用佛法哈。其实透过性空的话呢，随缘尽分，因为我们说这一切是不是都是因缘法啊？我们只管耕耘，不要去问收获，我们只管耕耘，不要问收获，是非常的随缘而怎样尽分。所谓的随缘不是说啊，这个既然性空什么都没有，不是，而是我只管耕耘在因地上。我们也很强调，是不是在因地上要能够耕耘啊？果报如何，我们能不能掌握？不能。除了我们现在当下的努力，但是呢，有可能过去的这个那个什么恶的种子，或许业障现前了，那我们就会以为，我既然这么努力，怎么会跑出一个业障来？它是不是同一个因之后的果啊？其实不是哦，是过去的因结出现在的果，但是我们现在的因呢，必然结什么？未来的果，必然结未来的果。那么我们为了防范说，我既然这么努力的在耕耘，但是竟然跑出一个不好的结果，我们当然会很伤心很失望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跟宿世有关系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就比较不去管说我到底所呈现出来是业报还是什么业障，福报还是业障，其实这个已经不是我们能掌握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只管要耕耘的是不是善的种子啊，这个是我们要不断的耕耘，而且呢耕耘了就好，结果如何无所谓，没有关系。所以呢，在比方说啊，有位居士说他在这个大学教书，那么又要升等，又要交 paper， 又要这个又要那个，那我们只管怎样好好的去，既然有这个人啊，好不容易当个教授啦，这些在学校教书是很不容易的啊，但是世间这个世俗法里头也有很多的规定，是不是？我们也只能随缘，然后怎样尽分而已，尽力的去做，结果到底能不能升等那不一定哦，是不是不一定啊？但是我们起码我们比较无所谓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就算让我重来，我的能力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我目前的能力是这样啊，那我就比较不至于说我为了要升等这件事情，我可能就要这个走后门啦，要去巴结谁啦，要去安排什么，我们是不是那个部分花掉很多的时间啊？其实我们花掉那些时间是在追求什么果报，在追求果报的这个方式来讲的话，是不智之举啊，是很辛苦的啊，你可能做了很多的安排，不见得能够达到，也不见得能够达到呢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透过佛法可以免掉，没有意义。我只针对这件事情，我尽量去做，成不成没有关系。那这样是不是省掉了很多的那个无谓的烦恼，无谓的到处去？当然不只说这个升等问题，我们很多的居士的这个工作是不是也有升等的问题啊？对吧？有人际之间的关系嘛，哈、啊。我们只要尽自己的本分去做，这个其实就是透过佛法的关照。所以我们说，透过佛法的关照，其实一天24小时当中，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关照啊？乃至到梦中都还要关照嘞。
做噩梦的时候，你的那个符号出得来出不来啊，在害怕啊，在害怕的当下，你的那个佛号阿弥陀佛是不是出得来，也要看你平我们平常那个佛号念的那个功力问题哦。好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我们在逆境当中呢，我们也知道这个不是永远不变的逆境，对不对？在顺境当中也不要太高兴，也不是永远不变的顺境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当有福报我们就珍惜，当我们有业障我们就是接受，这个是不是也是透过佛法的关照啊？就是接受，让生活本身是怎样，是简单化的。所以圣严法师不就讲，想要的跟需要的是不是差距很大啊？哎，我们需要的是，我们想要的是想的哦，我们妄想纷飞，那个其实耗掉很多的体力啊，很多的时间，好，而不自知啊。如果透过佛法呢，只有那个需要的就够了。什么是属于需要的哈？尤其年纪渐渐比较大的时候啊，我们会觉得说，跟生命有关系的，好，跟我们的修养有关系的，跟我们的造作的业力有关系的，那个是很直接的，是骗不了人的，是不是？不管我们装饰的再美丽啊，再漂亮，那么终归还是会一气不来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就会去做很多的取舍，那么这样子是不是也省掉了很多在家庭事业上面的无谓的困扰？那么随时的透过佛法的关照啊，那么来修正我们自己，让我们的生活本身是单纯的。好，那就算啊景气不好，我说景气不好，物质的追求就少一点嘛，啊，有时候赚得多就花得多，是吧？赚得少就花得少一点嘛，啊，生活反而单纯一点，那么在精神上面的那个补充，其实才更重要哈。追求心灵上的富足，那么这种追求心灵上的富足，可能就是变成说是要学习方法回去，不是只有来到道场才会，到道场是学习方法。对不对？回家就是运用，啊，回家透过佛法来关照，那么这样子的关照的话呢，就慢慢你会越去感受到那个佛法的可贵，然后你再透过佛法来看待我们的生活，啊，透过佛法来看待生活。那如果能够这样，其实在家居士是最有机会做菩萨的，因为可以怎样，事出事入而无碍。也可以很超然的稍微跳脱一下啊，但是又能够怎样融到里面，不融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般若法门说，所谓的般若呢，它是一种巧慧，不是一种这个拙慧啊，笨拙的拙哈。什么叫笨拙的拙呢？就是说应顺老师有一个比喻哈，对我影响很大，他就说如果在冰天雪地当中，我们要取一桶的水，怎么个取法？我们可能就去挖，去打，因为在冰天雪地的下面是不是有水啊？就好像挖井这样挖挖挖挖挖挖进去，然后用个一桶水去一桶下去，把里面的那个还没结冰的部分的水提上来，是不是？这个叫做离冰去怎样取水，这个是拙慧啊。巧慧应该怎么取法？哎，水冰的当下是不是就是水？哎，冰的当下就是水，不是离了冰之后才有水啊！用火化，是不是根本不要挖，既省力，效果又好，是不是？所以所谓的般若哈，它是一份巧慧，就在我们生活里面，不是离了我们家庭事业才另外有一个学佛的场所哎。好，一个道场并不是离了家庭才有个道场啊。常说哎，家庭是不是就是道场啊？尤其在家居士们哈，那是真的，家里就是我们的道场，最好的道场，我们的这个家眷就是我们的菩萨，对不对？都是我们服务的一个对象，都是在训练我们当菩萨的，都是在训练我们当菩萨。
好，所以这两者是可以怎样？是不是应该融融到一起来的？所以这两者，我们说，哎，它是不二的意思，就是说它是融在一起的，不是切开来的，不是切割开来的两件事情啊，是合在一起的两件事，合在一起的事情。因为这里面的很多的因缘有它的互通性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互通啊？心理的，哈，感官上的，种种呢，其实很多都是怎样互通的。同样在这个世间，同样在这样的一个社会，啊，同样在这个时节因缘当中，那么就看我们怎么去调柔，啊，所以我们说，透过接受是在调柔我们呢，啊，因为随缘尽分之后，样样我都接受，不管是好是坏，那个是不是就非常的复杂，是术士的问题了，啊，我在当下能够做的，我尽量做之外，是好是坏跟术士有关系。是有关系的哈，但是呢，我们当下的这个修改是有助于未来的修改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我们现在呢，也有可能会受到过去的影响，这个部分我们照单全收，啊，要照单全收。所以我们说，哎，菩萨他从来不谴责众生，就是这样，是好是坏，有缘无缘，他都去度化，啊，他都去度化的，啊，所以也就是透过。这两者本来是一个对立的现象，而把它怎样调柔到一起，啊，所以它的不可思议也在这个地方哈，由相转性之后，它就可能怎样融到一起来，啊，好，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不思议品哈，先就这样子带过去，那我们来看这个所谓的观众生品哈，在547页。观众生品哈，那么在科判表里面，科判表哈，第六品不思议解脱品有没有？那个是解脱的脱哈。前面呢就是讲到什么安住解脱嘛，啊，因为透过实慧，那么是不思议的啊，透过解脱呢是不思议的，是安住解脱。好，那么我们第七品叫做观众生品呢，它是要摄化众生的哈，那么在这里呢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是透过维摩诘居士来看待众生，一个呢是由天女来论众生啊，所以这里有天女散花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很有意思啊。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维摩诘居士如何的来论众生哈。好，那么在547页上来的最后，好，最后一节最后一行说，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啊，菩萨云何观于众生，菩萨到底怎么样来看待众生，那么维摩诘居士呢就回答说，就譬如幻师见所幻人啊，幻师见幻人，昨天好像讲到一个幻事是不是跟幻人啊，不管是幻师幻事幻人，其实都是幻，因为怎样呢，这个我们说其实这是一个如幻的什么形象，虽然明明存在，就因为它的不稳固而我们说它幻啊，所以只是宛然有而怎样毕竟空，所以菩萨观众生呢也是这样子的啊，就像幻师在看他所幻化出来的人，所以我们说，哎，这个人是被我们幻化出来的呢，我们会觉得很不服气啊！明明是个人，怎么会是你幻化的？因为同样一个人，每一个人看，就说，比方一个甲在那里，他的人际关系啊，他的周边的人来看他，是不是都有不同的评价？有没有不同的看法、不同的角度啊？哎，并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就一模一样，大家都一致的，并不是哦。好，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众生，说实在呢，是不实在的。啊，并不是真实的哈，所以我们说，那么就如同智者见什么水中月，如镜中见其什么面相。我们不是看到他真实的面，而是我们，是从我们唯识所怎样变现出来。如果透过唯识的话，啊，唯心的话呢，也是一切唯心造出来的，有没有？啊，
所以如什么热食的那个阳焰呢、在太阳非常大的时候，远远的看，哎，远远的好像有一滩水在那个地上，尤其在开高速公路的时候，夏天开高速公路，常常就看到远远好像一滩水，那是什么阳焰，太阳所反射出来的。那么它那个是看起来好像有，实际上是怎样不存在的所以呢，也如呼声的响，如什么空中云，如水聚沫，如水上的泡，如什么芭蕉的那个心啊，芭蕉是没有心的，没有中心的如电久住啊，电当然是不可能久住的所以呢，这些都是不，就说芭蕉它本身是没有心，所以根本谈不上它是坚固的，不是？等于说那个都是不存在的。而且如什么第五大有没有？我们说我们是四大假合，有没有第五大？没有。也如什么第六蕴，阴是什么蕴？我们常这样说是五蕴，那跑出第六蕴，所以这第六蕴是不存在的，如第七情。这是六根所幻现出来的那个情，没有第七情只有六情啊。如十三入有没有？我们说有十二入，六根六尘呢是十二入，但是呢跑出第十三。如十九界再加上异世界合起来总共有18界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这里说如什么十九界，所以菩萨来观众生呢，就要把它看成这个样子。所以后面也讲到如什么空中鸟迹啊，在天空中能不能看到鸟飞过的痕迹啊？看不到的啊，如石女儿啊，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啊，如化人啊，如无烟之火，也就是说它这个都不是实际的东西啊。那么也如同什么龟毛兔角之类的，是在唯识里头说龟毛兔角也是不存在的，也。那么这个也就是说，其实都如幻如化，都是我们自己幻现出来的。那透过这样子的话呢，是不是就比较不会去执着啊？因为那个都不是我们能掌握的，它也不是独立不变的，它不是因为我们而生在那里，让我们这个指使呼唤的，随我们来这个。就说希望它能够固定不变不动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也是讲啊，佛说众生即非众生，是名众生，是不是？所以以菩萨呢，他对众生的度化非常的随缘尽分，只要随着因缘尽自己的本分，到底能度多少众生，那是因缘福报的问题，不是菩萨本身的问题，当然也是菩萨他本身的那个应该说他的因缘福报的相应问题啦。因缘福报的相应问题就会变成跟什么宿世有关。所以比较幸运的是，我们在台湾都可以看到很多好几位大菩萨，是不是？各山头的大菩萨，他们的那个信众之多啊，所以那种多不是他们这辈子才耕耘的，不是？那是不是也是宿世的？那个是宿世的。他宿世就已经结了那么多的善缘，到这辈子呢，那结果成熟，就会变得那么多那么多啊！上几十万的信众，上百万的信众，遍布全球的信众，是不是？那这个真的是宿世的，不是说我发愿我这辈子一定要度多少群众，就一定有多少群众，没办法去预算，而且。菩萨本身也不能用透过数字，因为一旦透过数字，是不是也是着相啊？所以《金刚经》不也是讲说，若着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的话，就不明什么菩萨，不能名为菩萨就不能名为菩萨的所以菩萨呢，他还要做慈悲喜舍的观，在这个547页的中栏有没有中间啊？若菩萨作是观者云何行慈啊？如何的去行这个慈？还有悲在下栏的第四行那里，有没有？何谓喜？
何谓为舍。那么这些慈悲喜舍都会透过性空的观念深入法性的方式，那么才能够深而广。所以真正的菩萨是要深观之后的什么广行悲智双运啊。哈，好，那么在547页的后面一段啊，倒数2467有没有？这个时候维摩诘室里头有一个天女有一个天女呢，见诸大人啊，见这些大士们呢，啊，大菩萨们呢，闻所说法呢，变现其身啊，他现身在那个地方。于是呢，他现身的过程，他就用什么天华来散诸菩萨大弟子的身上，那么花掉到这些菩萨呢，就马上就掉下去了。但是呢，到大弟子呢，变着不堕不坠。那么一切弟子呢，神力去华不能令去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也是透过相？看到这个是不是容易去想象那个样子啊？那么一幕幕的自己就演起来了。明天你没看图像说哦，虽然有点差距，大概大同小异，是不是？啊，就会想象一个天女在那边散花，散到菩萨身上的话，那些花呢不会着，它掉下去。但是如果散到什么声闻弟子身上呢，它就着，怎么样子都去不掉。哦，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功力了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散到菩萨弟子菩萨身上不会掉啊？真正的菩萨他是不着众生的，不着众生也不会着花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能够不着？因为深知性空之深意，对不对啊？很能够体会所谓的性空，因为也唯有透过性空才可能长长久久。哎，因为我也有随缘尽分是最积极不过的，因为不求结果的话，我们就会不会被结果打败啊？往往我们难以长久，是因为逆境现前，我们就不想再行菩萨道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人他很热心，他觉得哦，听闻佛法非常好，他就很希望他的家里人或他的邻居、他的朋友、他的谁，他就不断的去拉啊拉啊拉。哦，有时候那个拉的刚开始那个心很强烈，哦，拉的力气很大，就拉没三两下子他们都如不动啊。你是不是就不想拉了？因为你在拉的当下你有没有在着那个结果啊？因为我们就预想到什么，我这一拉他就应该来，是不是？那他不来呢，我们就很快就失望，就手软了，啊，就算了。那说这样怎么当菩萨？说实在，很多人对佛法的个体会，哦，我就会开始很发起的到处去讲，但是他有时候会忽略了，你自己去体会佛法有你的因缘福报，对不对？但是听闻佛法之后，是应该改变我们自己才对啊。不是只有留在语言上哦，他也可以到处去讲，到处哦讲的时候，人家听了实在是很烦呢。因为他不在你那个情境下，他在忙别的事情，你一直讲一直讲，哦，他在对你避之唯恐不及啊，对不对？其实都不要讲，不需要讲，因为那个讲只是语言的。我们说语言本身其实是很难道尽那个感受。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要把它消化。变成自己的，改变了自己的那个做人处事的方法，本来暴躁的变得柔和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本来很孤傲的变得随和。哎，其实你只要有这些改变的时候，人家会来问你，来问的时候那是最好度的时候，是因为你的改变。为什么你会改变？因为我对佛法的体会，促使我愿意修改、修正。那个修正呢，是从我们的身口意业上面来的，不是只有嘴在那边讲，只是变得能言善道的样子。其实你只是在传达那个语言，就很像鹦鹉一直在照着念，其实人家很难有那份感动性，而你依然故我，没有任何的说服力哦，没有任何的说服力。然后所以那个方法是最差的方法，因为我们着相，
语言，因为我们二风语言，所以我们也是会喜欢用语言。语言是不是像？也是像哦，声像嘛，是不是？那个是会变成说，因为我们太往外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接受到的那个讯息还没有深到能够改变自我。所以我们要做的功课应该是怎样？是不是更深层的来改变自我啊？啊，学佛之后不要盖格秀了。哦，只有我有修，你别人都没修，人家马上就排斥你，对吧？学佛之后不是去度量人家有修跟没有修，是要度量自己有修跟没修，千万不要又打一把尺在那边量来量去。你说拿一把尺在量人家哈，这样的人是让人家最讨厌的人，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，好吧，你就量嘛，我就是没修啊，怎么样？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像经典说的那么好，但是我们都用经典的尺寸在量别人，是不是？经典的尺寸是来量自己到底差多少，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包容性比较大，是不是？对别人的包容性都很小，很不能容。哇，你看你怎么差那么多，你实在太差太逊了太怎么样了，人家马上就会排斥，马上就会排斥了。所以我说所谓的菩萨是要先要怎样，先改变自己，随和调柔下来，去配合你的家庭，配合你的事业，共事的伙伴，对吧？你柔软下来之后呢，人家才觉得说愿意跟你结这份善缘啊，因为你发出一份善的讯息，柔和的讯息的时候，人家自然会来怎样接近啊，对不对？在接近当中，那么人家也会请教，哎，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啊？因为学佛的关系。你这样讲一句比你那边大声疾呼十句百句还有效啊。如果透过我们自己的改变啊，然后对众生的那份宽容度越来越能够包容啊，那么那个自然就会有什么说服力哈。所以呢，这里所要讲其实维摩诘经哈，它经常的透过相，然后是导到什么性，好，所以它这里其实也是透过相说，哦，菩萨，因为他的不着，所以他的花也不着，对不对？他花是相上的不着，表示他内心不着，才能够花而不着，啊，花落下来而不着。那为什么这些弟子呢，都还是会有所着啊？我们就说声闻法，它比较在相上。比较不是在性，他比较透过相的那个空意下手，所以难免还是有所着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着呢就变成说用那个神力，因为有天女在，他也有神力啊，那就比比功夫了哈。所以那个花呢，他就算他用一弟子呢，一切弟子神力去华而不能令去啊，啊，就没有办法去这个把这些花给去掉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啊，天女就问舍利佛说，何故去华，你干嘛一直在那边很紧张的在那边甩这些花啊，就是让他着在那，让他甩不掉，他就越来越窘迫，是吧？啊，那么舍利佛就回答说，此花不如法，是以去之啊。他认为花不如法，但是呢，天女就说呢，勿谓此花为不如法，不是花不如法，同样是花，在菩萨身上它就不会粘在那里，不是花的不如法，而是什么？其实是人的问题啊！啊，所以他这里说，所以者何呢？是花无所分别，花并没有分别啊，花它不会懂得说这个是菩萨，所以我就不敢落啊，那个是声闻，我就给它粘在上面，不是花的问题，而是什么？人的问题啊，说仁者呢，自生什么分别想，是因为生了分别想。那菩萨呢，对众生是不是尽量不分别啊？为什么能够尽量不分别呢？透过性空，用很平等的心来看待什么众生嘛啊，甚至把众生看得如幻如化，只是一时幻现的现象而已啊。啊，每个时期幻现的众生一样不一样啊，都不一样啊，啊，所以呢，这里就想啊，若于佛法出家有所分别呢，那么为不如法，啊，就算说在
在佛教当中来出家，但是因为有所分别呢，还是不如法的。如果呢无所分别才叫做如法，这是很严格的哦，就是要与法性相应相契的如法不如法。我们平常的如法没有讲到这个程度，对不对？好，比较没有一定升到这个程度了哈，都会比较在表象上面。好，所以呢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无分别才是如法的，有分别还是怎样不如法，那也不见得是在家或出家了，啊，不是外向上的问题，而是什么内心的问题哈。所以呢，他观诸菩萨呢，花不着者呢，以断一切分别想故啊。好，他看到的这些花在菩萨的身上都没有粘在那里，那么 check 一下呢，哦，都发现这些菩萨呢，他以断什么一切分别想的缘故，是因为他无分别想。所以花不着，啊，是人的那个什么，那个意境的问题，啊，是意境的问题哈，啊。所以他这里说，譬如人为食呢，非人得其便呐，啊，如是弟子为生死故呢，色声香味触法呢，得其便也，啊，以离味者呢，一切五欲无能为也，结习未尽，花着生耳，结习尽者呢？花不着也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当人在害怕的时候，非人才能够怎样趁虚而入。所以我们有很多人说啊，这个人丢毛丢毛，会觉得这个魔是怎样，好像从外进去的。对，丢毛是不是觉得魔是从外面然后趁虚而入？其实如果你内心的那个正念够的话，就没有虚可让人家入啊，那么也要你内心与魔相应，魔才怎样找得上你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随时要保持正知正见，随时要保持比方有佛菩萨名号的习惯的话哈，是最好的护身符啊。哦，尤其古代说哦，在算计人家的时候也会下蛊啦，哦，会用种种的方式去害一个人，这个实在是防不胜防啊。啊，明见一躲，暗见难防，是不是？那唯有靠自己怎样，在知见上的正确，在心念上的正确，那么自然呢，就找不上你了哈。所以我们就这里就说，是人在虚，就说是害怕的，啊，是这个内心是空虚的，不知道这种正邪不分的状态，那么非人才能够怎样得其便呢，啊？啊。所以呢一般弟子呢就是在怕生死嘛，所以想厌离生死，是不是？他认为生死这件事情，他的声闻在厌离生死是生死的相还性啊？相是生死的相问题哦，对吧？我们会觉得哦，生命苦短，一切无常，然后就在那边生生死死生生死死，是不是想的还比较是相的部分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害怕生死，所以想要脱离生死，啊，这个厌离生死嘛。所以呢，色声香味触呢，就会得其便。我们会觉得，哎，这个色声香味触好像是外在的，其实没有眼耳鼻舌身，怎么会有色声香味触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还是你自己所发出来的讯息去跟外境怎样相应？啊，那么这个终归就是怎样着相的问题哈。所以呢这里说以离位者呢一切无欲呢无能为也，如果能够离位不怕生死，会觉得生死跟涅槃是等同的，会比较不怕啊。当然要到不怕真的也要相当的功力了啊，因为我们说要行菩萨道，我们也是从凡夫菩萨开始嘛，对不对？凡夫菩萨不见得不这个不畏，所以这个他们这里那个花能够不着呢，往往都是大菩萨，所以都是以怎样断一切分别想，哦，那个都是很高的一个境界哦，啊，因为只要离了畏，因为离了一切分别的话，就无所谓，不会害怕，那么这些五欲呢，也就无能为力啊，他能不能影响得了你啊？没有办法，
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会属于说啊，这个节习如果未尽呢，花就会着生，啊，因为声闻他不就是想要赶快脱离生死，余习还在，他只是把那份执着把它怎样沉浮住，不是连根拔起，他只有治到标，没有治到本。啊，只治其标，未治其本呐、啊。那你菩萨呢？不仅治标，更要治本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也才可能到成佛的什么清净无碍。啊，所以结习尽者呢，如果结习都尽的话，那花是不可能着的。所以不是花在不如法。所以舍利佛是觉得哦，赶快把花弹掉，是怕说是认为花在不如法，是不是？其实不是哈。而是我们人本身的那个不如法。好，所以舍利佛呢又在问天女说，哎呀，天子此事呢其已久如啊，你到底在这个地方多久了？好，那天女就回答说，我指此事呢如七年解脱啊，就像您老人家这样子，你解脱多久，我在这个空室里头我就待了多久了。啊，所以舍利佛就言说，只十九耶。哦，我这个是很久的耶。啊，天女就说，那么七年解脱亦何如久啊，那请问老人家你的这个解脱到底有多久啊。啊，那么舍利佛说默然不答啊，因为实在也很难很明确的告诉他到底他解脱了多久啊。但是呢，这天女就还是这个紧逼着在问啊，说如何其就大智而默啊，紧迫惊人啊。所以呢，因为他要说他解脱多久，说在一旦有时间有没有解脱，没解脱，所以实在答不出来。好，所以呢，舍利佛就回答说：“解脱者无所言说啊，故于是不知所云啊，不知道到底要该怎么来解释才对。因为真的，一旦解脱的话，根本证初果、证二果、证三果、证四果都不能说我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。”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哈，所以天女就说，言说文字呢皆解脱相。其实言说文字也是促成解脱的很重要的什么因缘啊哈，所以者何，但是这个所谓的解脱呢不在内啊，不内不外不在中间啊，文字呢也应该要怎样，不内不外不在两间呢 啊是故舍利佛啊，无离文字说解脱者啊，那么所以者和一切诸法是解脱相啊，啊，那么也就是说，舍利佛啊，其实也没有办法完全离文字来说解脱，过程当中还是得要啊，因为所有一切法其实都是解脱的什么的因缘之一啊，啊。好，所以呢这里就可以就是可以看到那个天女跟舍利佛之间的一个对话。那么说在这个天女呢，她是菩萨的化身了哈，所以她等于是也透过菩萨法来跟声闻法之间呢做一个比较啊，做一个比较。那么在548页的中览哈，我们再稍微再跳过去哈，548页的中栏的后面，倒数2468第八行哈，舍利佛他就讲说，哎，如何以不转女身呐、啊？哈、啊，看他这样子非常勇猛啊，又很有智慧，那么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你是个天女啊，是个女身呢、啊？好，那么你。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神通变化，是不是你就可以由女身转为男的身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这个天女啊，她就回答说，我从12年来啊求女人相了不可得。这
这里也可以让我们女众有很大的一个鼓励啊。他不是不能转女成男，而是他愿意当女众，他愿意当女生的，他求女人相而了不可得呀、啊。那么当何所转啊？那我何必要转？我就是想当女生的嘛。所以我当然我不转，我好不容易这十二年来可以保持一个女的身，我非常的高兴啊。好，那么譬如就好比说幻师幻作幻女啊，前面幻师化作什么幻人是不是，现在也不过就是幻师化作什么幻女啊。有人问呢，何以不转女？因为他本来他是个幻师，他就是要把他转化成幻女嘛，好，那所以呢，他当然可以不转女身，啊，世人为正问否啊？如果有人问了、啊、哈，说他为什么不要转成女身？那么这个人呢，当然会为这个正问而说不啊。那么舍利弗啊，他说就回答说不也，幻无定向，当何所转啊？所谓的幻呢，其实是没有定，不是固定不动的哦，好，所以那个天女，她说不是固定不动，那当然是应该可以转的嘛哈。那天女就说：一切诸法呢，亦复如是，无有定向，云何乃问不转女身啊？好，就是在辩说为什么不转女身。最后呢，这个天女就干脆用她神通力，把舍利弗呢变成是天女，然后呢，天女自己变成是舍利弗。相互一交换，那个舍利弗都傻眼了，我怎么变成是个天女的样子，然后对方变成舍利弗啊？所以舍利弗就这个时候天女已经怎样自化身如舍利弗啊，然后就问舍利弗，他说你现在是个女生，你为什么不转女啊？为什么不去转女生？舍利弗他因为已经变成天女的像而回答说，我今天不知道怎么样转，他转不过来，他没有办法从天女再转回他的那个舍利弗的那个男像啊。所以天女的就说呢，舍利弗啊，如果能够转女身呢，那么一切女人呢亦当能转啊。如果你现在有办法转啊，那么其实呢所有的女人呢也能够转，那么舍利弗非女，就如同舍利弗呢非女而现女身，一切女人呢亦复如是，虽现女身而非女也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天女本身虽然是一个女的身，但是她非女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她个性上不是女生的，虽然有男相女相的差别，但是我们说男相是不是性空的、啊，女相也是性空，大有那种男人中的女人，也有女人中的男人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最后他这里也讲到说，其实非男非女，有没有？是故佛说一切诸法呢，非男非女。这非男非女是不是讲不二啊？其实没有绝对的，没有绝对的很男性，没有，就说男众也不是绝对的男众啊。女众也是不是绝对的女众，是不是？而且也会不会随着我们的个性，随着我们的种种情况而变化？多的是，比方说他太太往生之后，他要父接母职，是不是？他可能他两者他都得兼顾，所以所谓的男相不是绝对不变的男相，女相也不是绝对不变的女相，重要的还是什么性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不是相的问题。尤其这个天女她是自愿要当女众的，那她当然不愿意转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阿弥陀佛。